弟兄们，父亲节快乐！你们不讲呢，我都忘记了。这个今天是父亲节，好像那个 Charlie Brown 说哈，父亲节是可以忘记的，母亲节是不可以忘记的。所以连我的父亲也忘记父亲节。感谢主，我们能够在前面能够读神的话语。这个雅各书啊，也是真的对父亲有很大的帮助。感谢神啊，差不多一年了，我们终于读完这个雅各书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听很多人不同人的讲解啦，自己读这个雅各书读了好多遍呢、啊，然后思想啊，还读了参考书，使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雅各书里面的信息啊，对我们的帮助，而且也解答了我很多对雅各书里面说，是很多有些里面有些这个疑问或者有些 controversy 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很快我们忘记我们听过东西，这个是雅各书里面中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听完听了就忘记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温习一下整个雅各书里面的主要内容。当我看过这个雅各书好多次好多次的时候呢，我从它内容里面分类，因为分段呢是一个很 subjective 的东西啊，不是一个大家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解释的这个分析就是看它的以它的内容来分啊。我有发觉到呢，在雅各书里面呢，它第一章第二节，从第一节就是问候嘛，第二节到25节呢，是个劝勉教导的，里面就是对那些在百般试炼的、受试探的人一种鼓励，或者教示他怎么去面对。但是呢，在1章26节到5章6节。因为你看到里面的内容呢，主要是责备，也有教导。他不然雅各这书里面，不然不是指责、责备、提醒那些弟兄姐妹，他也要教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归回。所以从雅各书里面第1章26节到5章的第6节哈，它主要里面的信息就是讲到是听道不行道的人。雅各书有个很特别，我上次分享也是讲，雅各书就好像是雅各在看各个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OK， 然后针对这些事情呢，对那些人讲的话哈，主要指出就是各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人就是犯了这种的错误，哎，听道不行道，就是说信仰跟他行为是不一致的，哎，他讲一套做一套。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他可能在迷失中间。然后在这个节段里面的责备里面哈、教导里面，最主要他就以行为的果子来判断我们信仰的真伪。是跟主耶稣讲的说，好的树就结好果子，坏的树就结坏的果子，从果子里面就可以听出来。所以雅各他所分享的道理是很多时候你都发觉到他跟主耶稣讲的一样的啊，就是要有行为，因为有很多的观念上的东西啊，什么是虔诚啊，什么有信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你很难看得出，但是只有从他行为里面的判断。所以在整段里面大部分呢，在这个雅各书里都是讲这些的，都是讲到责备教导那些信仰行为不一致的人。然后呢，最后他是第5章第7节到20节，他也回到劝勉教导，他的
语气比较温和，比较都是经典，主要是讲到教会在应该什么行什么责任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大的框架，给我们知道雅各书它里面的这主要的结构啊，这三方面，好，这个三文字啊，劝勉然后后面也是劝勉，中间是责备，完。然后呢，他当年这个雅各讲这些东西，不是为了骂人啊，他是为了要帮助的是弟兄姐妹啊，迷失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自欺欺人的人啊，都是悔改啊，也给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有智慧，怎么面对在我们生活上面各样的苦难、思念、试探。好，再下去看一个，就是那个。雅各书里面的很仔细的分解啊，一节节的很仔细的分啊。那节面我也是用红色的，就是责备的话，来，黑色的就是劝勉的话，来。所以我们呢来看一看在这些经节面看一看，能够给我们温习一下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所学的。那怎么样帮助我们？那我选了很多，这是也重要的经文啊。那我是看看啊，应该有时间可以读一读哈 我们请我老婆帮我读一读好了，因为她的国语比较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我读解了哈，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了载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虚空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的弟兄们，你们顺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请你读这段吧。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开始了。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语言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知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顺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第雅各书第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斗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自私欲来的吗？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人要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弟兄们啊，你没有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到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好，我们就是读的这些经文，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主你让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明白，使我们能记得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使我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先感谢祷告奉主名祈求。让我们读过一些很重要的经文，也是今天我要主要分享的经文。所以呢，首先我要看看，就是这个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所主要讲的东西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可以太仔细，因为我在以前分享的时候就比较详细的讲，这就是一个温习啊，总结啊。首先我们的主题就是信仰要与行为一致。在这个想我看看有点。OK, 这个倒过来了。OK, 首先我们看第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啊，第一节只是问候了啊。他是写给那些犹太的教会的啊，在各地的犹太教会。所以这个前面我们看前面的时候会以为说，哇，那个教会里面很多问题，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在一起的啊，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同样的问题，或是所有的问题啊。但是呢，一开头呢，雅各书很特别，就是它是没有什么很多那个客套的话，直接就讲的，一开头就讲。哎，面对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有些人遇到很多的不同的思念嘛，对不对？啊。那雅各书里面给我们在对的思念呢，百般的思念有很正面的看法。他说要喜乐的心去忍耐那个思念，为什么呢？因为呢，神要透过这个思念使我们成圣，这个是他一开头就讲的，说我们对各样的思念啊，但思念就是不是很好的事，就是思念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思念。跟试探有不同啊，思念可以从神来的，哎，也可能是从别人造成的，也可能是从就是自然律里面，比如说生老病死啦，哎，也可能是从魔鬼的攻击啊，所以这种试念啊，当然是不会好受的哈，但是。我们要从正面的看，就是叫神会透过这种思念使我们结出果子，
忍耐就是圣灵所写的果子之中啊，第一个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说的忍耐是什么呢？忍耐跟忍受在前面的大概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在劳苦啊、试炼、试探、用不愉快啊、受苦的情况啊，这种不好的情况里面呢，我们能够长期的持守，不放弃我们信仰的目的啊、顺从主的教导啊，就是叫忍耐，就是讲，这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还是持守跟从主的教导去生活，那就是叫忍耐，而不是说你没无可奈何的忍受这样子啊，就是很负面的、很被动的，这个是很主动的哈，哎，是。所以呢，他有时候你碰到，那他就讲到智慧，但是呢，其实那个雅各书里面哈，他好像说，哎，碰到为什么碰到讲是智慧？他只是因为他看到他们需要有智慧，能够了解这种神的心意，喂，了解到，比如说后来他看到了一些。有些穷的人啊，也是富有的人啊，或者说对富有的人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不公平啊，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是很短暂的，富有的人好像是草上的花，一下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有智慧，能够看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这些东西是过，就是富贵与浮云一样啊，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智慧是给我们能够应付这种生活上的困难的。你要讲到是要忍受的被那个试探，这试探里面它给我们知道，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牵引人有的啊。试探不是神是不试探人的。OK， 试探是从哪里来的？试探是主要是从魔鬼来的。从世界周围的环境来的，比如说外面的广告啦，外面各样东西啊，引诱我们啊，来啊，是眼目的情欲啊，玩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从别人来的，有些人别人引诱你啊，怎么样啊，叫你去做什么事啊，或者说引导你不去教会啦，或者去什么算命啊，看风水啊等等，这种引诱啊，试探。还有就是主要原因是从我们，因为我们里面不完全有私欲嘛，有咒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正面的看，因为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忍受着试探，我们不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谦卑啊，那种生命的冠冕，就是有主的生命。哎，还告诉我们，神是不试探人的。哎，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真道啊，重生我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是很正面的哈、啊，告诉我们他没有指责有什么人哈、啊，他只是讲要劝勉我们。然后到19到25节里面呢，啊，他就讲到今天我们整个雅各书里面的主题，哎。他里面讲到有没有名的，就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啊，然后呢，叫我们要脱离一切污秽和邪恶，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救援嘛，有私欲，对不对？还教导我们要全温柔的心领受主的道，能救我们的灵魂。雅各不但只教诉我们要听道，要行，不但要听道要行道，他也告诉我们行道的秘诀在哪里。哎，他前面讲到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全温柔的心去领受主的道，那就能够我们灵魂。什么是温柔的心领受主的道呢？哎，温柔这个字啊，有时候因为很抽象嘛，我给你一个照片哈、你看看。这个照片里面有一只马，有一个小女孩拉着这只马，对不对？看到没有？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像这只马哈，这小女孩没什么力，叫小女孩拉它，它就走，转弯它就转，对不对？这个马是充满了能力的，喂，
但是很顺从这个小女孩，拉她一下，她就知道直走啊，还是转弯啊，对吧？从这个照片里面你会看到，就是看到温柔的表现，就是马里面的温柔的表现。哎，这个告诉我们，在神面前这种温柔的心也是要这样子，像马一样，就是很单纯的，主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主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就圣灵一点点的引导我们就会顺从，不是要说又打又不上又骑着马上用鞭打他，就是只要小拉拉。他说就我们有这种温柔的心对神的话的话，我们的灵魂就得救，就是我们的魂啊，就是应该是讲我们的，就是我们救人里面的思想、情感、意志啊，等等都会得到改变，得到改变啊。然后他就讲到说，还行，哎，唯有单单的听到不行道。他说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是你欺控自己。所以一个人信道而不行的话，他行为跟信仰不一致，是一种欺骗自己啊，所以容易等下雅各指教的是人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们就是自己以为有信心，自己以为钱就成了，就是用欺骗自己啊的行为，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他们不知道自己以为自己还有很好的，对啊。雅各书里面也不但只是告诉我们要行道，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哎，所以刚才我们有读过嘛，对不对？唯有尝试查看那个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与死结缘，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哎，啊，这个 picture 我以前都说过给弟兄姐妹看啊，这是这个三个步骤啊，三个 step。哎，这个就是给我们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啊。哎，这个圣经呢，我们常常查看圣经啊，当然包括听到了啊。哎，常常就是我们要常常读经，哎，常常读神的话，长期考察，就是要很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明白，哎。要全记在心里面，我常常都提醒弟兄姐妹哈，要写笔记啊，要记住啊，因为哈，你绝对不要小看这句话，全记在心里，这个是个很重要，基督徒很多的问题就是听了就忘记，来左耳入右耳出，对不对？说听了就没听进心里面，就是没有留下 anything，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每次听来听去就忘记了，对不对？来。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默想去明白，默想是帮助我们记得，不只是死着背，而是想，那就想用这句话多想，多去问，多去了解啊，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哎，忍耐是什么意思啊？信息什么意思啊？你就会明白，我觉得你就会记得很深的啊。所以你要记住了，你还要有个意志。愿意去实行出来，完，他说你在所行的事上依然得福。比如说，你学习忍耐，那你就会，圣经说我们要忍耐嘛，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忍耐。那如果这样做，在生活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结出了个忍耐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对不对？因为你相信，你要实施信心，对不对？那慢慢你在生活上经历的信心的果效，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在每所行的事上得福，就是你遵行的事上得福，这个是很重要的。OK， 所以这个我就讲完这一个地步啊。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刚才我讲那个。那些节奏里面哈，这红色的哈，又讲到有很多哈，大概有1、2、3、4、5、6、7、8种哈，八种的问题，八种的人的问题哈。哎，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跟前三个哈，
在第一章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一章他们就讲到，说有些人呢自以为虔诚了 ，OK， 但是呢，他们不勒住自己舌头，就说他不知道，你就讲话上面要骂人啊，要咒诅人啊，要论断人啊，你就不知虔诚。然后雅各又教导什么是真的虔诚呢？他说真的虔诚是要行动的，是吧？第一就是你会救济穷人啊，孤儿寡妇帮助人，而且呢你要过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虔诚。有时候你说啊，好像你说什么是虔诚嘛，你很难讲，很抽象嘛，对不对？但是姐妹雅各是，因为雅各是个很实在的人啊，很 practical 的人，他都用实在生活上面嘛，对不对？你自以为全情，所以耶稣想要指责的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子，觉得哇，遵守律法啊什么，但是他没有看看他自己的行为，对不对？第二个，他第二章开始就指责那些人啊，以外貌待人的人，其实现在犯了什么问题呢？你现在第二章里面，你看前面看的时候，你发觉到这些人以为他们是遵守律法的 ，OK。所以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啊，他们信仰说我们要遵守律法，但是他行为不是的。为什么雅各就说指出说，你就是犯了律法嘛？律法说你爱人如己嘛，你都没有爱人如己，你去那个收入这些穷人，对吧？你以外貌待他们，但是神是拣选穷人的，所以这个是雅各就是再指出有这种人啊，就像自以为遵守律法，我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在生活上面很明显的问题他没看到，就是他外貌待人啊，没有爱人如己。而到二章中间后面就是讲的信心，我们很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信心也产生很多疑问，是不是因信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上次我讲过哈，他前面就是有些人自以为有信心，他确实没有行为的人，所以雅各就指出来指责他们，所以呢，前面的主要的讲的信心，他是为什么你不可以有信因信称义的是，他前面讲的信心是什么？是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right? 所以前面讲的信心跟保罗讲的信心，真诚悔改信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是不同的、right?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信心不同，前面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行为的，没有功用的、right? 他是告诉我们用行为去指出真的信心出来，他就讲到说啊，我用你，我你可以从我的行为上面就看到，我的信心，对。所以姐妹就是也是用告诉我们要用行为来看分辨啊。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那是说信心是与行为并行，信心认着行为才得完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信心与行为并行，这其实意思是说信心是推动行为的力量 ，OK， 并行的。推动，好像信心是在旁边推动我们走的哈。因为信心怎么因着行为得完全呢？就是说，信心不是我们知道信是所望之实底，为未见之实确据吗？他说怎么因着行为得完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信跟信心得到那个信心的个果效，我还看到不是未见的，已经是见到的果效。然后就是完全的意思，好像亚伯拉罕相信神会预备他献那个以撒，对不对？后来当神给他个羊给他献，那在这个事情上，亚伯拉罕信心以信心要相信神会准备，所做的事情，后来结果什么？后来结果是看到神真的要准备，所以他的信心就完全嘛，就是。现在信心已经是实现了，他所信的神会预备已经成全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好像那个妓女他保护了个探子，对不对？他冒了生命危险，因为他相信耶和华就是真神，对不对？
所以他怎样做，外貌上面本身不好说。但是后来他得救了啊，他的生命，他的家人的生命的保全，所以他相信耶和华的信心成为事实的啊，他真的哦，神真是这样子，真的保守他，所以就是这个信心。然后还有讲到说，亚伯拉罕因为信而得称义，对不对？前面讲的称义跟保罗讲的称义是不同的。保罗所讲的称义是不被定罪的称义，亚伯拉罕前面讲的称义跟那个妓女撒拉的称义是讲他们被神称许，好像约伯神就说他是义人，四十一人的爸爸撒加利亚，神也是圣经里面也是讲他义人，就是讲究轻义，对吧？轻他们义人，是不是他们没罪？不是的，他们还是有罪的，还是需要靠耶稣得救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人哈，就是说自以为虔诚，自以为自己守律法，而自己以为有信心的人。再看下去第三章的整一章里面呢，都是讲一种人，就是能称作师父人。OK， 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呢？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有见识。你看到你们读的第八节，你就讲他们以为自己有智慧、有见识，所以称作师父，去做师父啊，去教导人家。雅各呢，这个也是一种自欺啊，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大堆问题哈、但是他还以为自己是真的很好，这个是。只是也是，所以我再讲说，信仰与什么行为不一致的人，往往是因为他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自己不了解自己。前面讲到他们有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够勒住自己舌头，他们会去咒诅人，去骂人，跟人家吵架，这些哈。舌头是在前面讲的很多哈，前面虽然三章里面讲的很多舌头，但是他舌头是一个很难控受制服的哈。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有欲望，有私欲，有很多败坏的东西，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嘛，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说出这些话来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问题嘛，对不对？而且呢雅各警告他们说，你要重做师父，你会受到更严重的审判的，对不对？所以神雅各是提醒他，教导他，指教他们，因为他们嘴巴里面都不能控制他们，他讲了很多咒诅的话，对不对？就是好像刚才我讲的，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这些人心里面有没有？他们有苦毒，有嫉妒，有纷争，这是他里面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呢，有什么？他们用什么？他们用一种属撒旦的机会，从情欲的机会，从人的机会做了什么？自夸，说谎，来隐瞒这个事实，就是隐瞒他心里面有苦毒，有嫉妒，有纷争。所以呢，这就基督徒呢就很重要，就是要真诚，不要在神面前给自己什么 excuse， 我们里面有苦毒，我们自己有嫉妒，我们有纷争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要承认，不要用就是假冒，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很多 excuse， 如果我们仇恨一个人，不要说因为他的不好，因为我们还是违反神的命令，所以就他们隐瞒的呗，然后呢？雅各是鼓励他们，他说他们没有属天之位嘛，也就是说属天的智慧所生出来的都是清洁、和平、温柔、满有怜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所以雅各就是教导他们，如果你有偏见、有假冒，有整天跟人家吵架，又不清洁，心里面不清不温柔、没怜悯的话，你就不适合做师父，是不是有智慧？就第三章的主要。就是也是就是这个主题，
跟那些信仰行为不一致的人，提醒他们，责备他们。有第四章里面呢，就讲到一些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这一章呢，就是指责一些放纵私欲的人啊，这面就产生有很大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人的生活啊，他们才讲到说，他们有什么贪婪啊、嫉妒啦 就是彼此的征战啊、斗殴了，彼此来斗了啊，喜欢世俗的生活了，好像跟没有悔改信主之前的生活一样。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就像我们以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为跟从 天空属灵首领，对不对？随从是心中的私欲啊来行为啊，所以就是结局好像没有得救的人也，哎，所以就是这种是一个迷失的人啊，所以那个雅各就责备他们，提醒他们，哎，你看看你们生活，就是刚才一样，看你行为是怎么样，你就知道。然后告诉我们他们里面的恶果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失去和平，哎，而且会与神为敌。那但是雅各往往都不是只有责备，他和教导指教，他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来给我们人有，要悔改，要清洁自己的行为，就是想你的手，清洁你的心，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上要清洁，心里面也要清洁，来悔改，对我们这些所做的，心里面所想的，的欲念神等等都要去清除掉，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自卑。有讲到说不可彼此批评彼此论断，彼此批评彼此论断是个自然的结果来的，因为当一个放纵私欲的人，他们要斗争嘛，大家抢啊嫉妒嘛，所以就会彼此批评彼此论断，整个问题出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叫做所听见的道去行。这个人呢，他不是自欺，他没有欺骗自己，他根本上就不遵守神的话语，他听的话也全部忘记。然后在第四章后面到第五章呢，就是指着两种人，一种是指着是张狂夸口的商人，就是说我要明天去哪里赚钱啊，他们目中无神，他们思想里面没有神的，他们就是不是说计划不好，就是他心里面没有神，他不知道人生的短暂，不知道我们明天有什么发生，我们都不知道的，提醒他们，要我们提醒他们要谦卑，要知道主愿意的话，我们才会活着，我们才会做这事做那个事，也是同样的就是指责也教导。然后在第五章一节到六节呢，就是完全想责备，也没有，他平时都会说啊，弟兄们，姐妹，他是没有讲弟兄们，直接就骂他们，就是这些在教会里面有这种人啊，为富不仁的人，对不对？所以这种是真的是迷失的人啊，迷失真道人，他们只会赚钱，有钱，全，但是他不帮助睡觉的人，而且欠工人的工资，他很明显他不是没钱啊，他就不给人家钱，然后呢，教养自己的心，就是说啊。用钱啊，享受啊，做谁做哪样东西啊，吃吃喝喝。然后呢，他因为他有财富，还逼迫异人，所以这个是雅各是很生气骂他们的哈。然后呢，在第七节到二十节，要围着第三段啊，也是为了劝勉，他说话就比较温和的啊。他主要呢是对教会讲的，所以要忍耐到底，好像农夫要忍耐。到了出产，他们姐妹的教导也是很 positive 的，他忍耐不是无可奈何，是正面的，因为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福分，我们有从神来的基业，所以我们忍耐是出于我们盼望未来。然后他说我们要用效法先知的榜样，看到先知后来的结果，来鼓励我们去忍耐。这个忍耐呢，跟前面第一章里面的忍耐，他没有讲说什么事情，他这个很 general 的忍耐，所以这个忍耐可能包括什么呢？
可能包括是对，就是刚才上面讲的很多问题，教会很多问题，很多软弱的弟兄的问题，要忍耐，要教导，要忍耐，对他们有忍耐的心。还说当然是有遇到有时候逼迫的时候也有忍耐，所以这种忍耐 是 很普遍的，尤其是我觉得对那些有问题的迷失的弟兄姐妹的忍耐就挽回他们。他说在弟兄姐妹中间不要彼此埋怨，要不要歧视，其实主要是说是就说是，不说就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要讲呢？因为这两样东西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彼此埋怨的话会破坏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对不对？ Instead 我们彼此能够鼓励彼此的 appreciate， 对不对？能够看到人家所做的事，对吧？比较埋怨人家做的不好，哪个不好，哪谁不好，哪个不好，对不对？很多都是这样埋怨，埋怨别人怎么不好，他从来不看看自己的就是也是自欺的，也是做自己行为上面没有跟所信心的道理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是就是不是就是要诚实，诚实是我们弟兄姐妹中间那个关系的桥梁没有诚实的话，我们就很麻烦，我们很多事情都没办法，那我们就会猜来猜去人家他想什么，他是不是这样子想，就是诚实的话就是能够就没有那个就叫 transparent， 对不对？所以这为什么只是做教会的那还有讲到说在祷告的，上次讲的祷告说受苦的时候要祷告，就是说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要祷告，祷告什么？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帮助，我们 有宽容的心我们受苦的时候要祷告喜乐的时候要赞美不要忘记赞美对不对？还有说有生病的要请那个长老为他们祷告而且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不是说我们公开的在所有人面前讲，是你得罪了什么人你要跟他认罪，对不对？彼此认罪。为什么这个是耶稣在教导，在登山宝训中讲教导？要认罪的话，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跟与人的关系，而且要互相代求，彼此的代求。所以这个都是教会里面维持个教会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雅各在里面劝勉我们，教导我们要这样做。那最后一节就是说，你要使这个迷失真道的人回转。回转过来这面就是说跟前面有很有关系的什么是迷失真道人呢？他说你们中间有迷失真道人吗？就是讲到上面所讲的，比如说你富有的人那些想做事富的人那些生活在私欲里面的人这自以为信心没有行为的人说要带领他们卷回，这个是很 positive 的，圣经里面很正面的一个教导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是应该帮助他劝勉警戒像那个雅各一样要劝勉他，要 指出他的错误，要教导，要告诉他们不要整天去批评人，要给人一个 positive 的 alternative， 对不对？要给人家一个正面的自己的一个教导来帮助这个鼓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那个雅各书的总结啦。那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我们有两样东西是两个东西要记得。第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看看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是神对我们有什么有教导我们什么，对不对？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神对我们教导，告诉我们。我们的要听到要行道，叫我们不要做个自欺的人，要我们的信仰要跟我们的行为一致那这里我就把雅各书里面讲到神的东西合在一起雅各书里面讲到神是厚赐于众人的，而且不指责责备那些求他的人的 OK， 但是呢神不应允心怀异意的人的祈求的。什么心怀异意啊？心怀异意就是一脚大两船的，就是又想侍奉神又想侍奉马兰
啊，又爱世界又想爱神的，还又亲近世俗的这种人，他说你这种心怀意义人，你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的。所以我们留意啊，在生活里面留意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哈、啊，就是说什么有事才是求神啊，没事的话就把神踢在旁边啊。那我们在平时生活上不尊重神啊、你想我们好意思去有困难的去求神吗？你说是不是？你自己不好意思啊，对不对？所以神不喜欢的是心怀意义人的。所以他也不听他们祈求，神不会试探人的。然后各样的美事、美善的恩赐啊，全备的赏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啊。神还给我们赏赐的，其实很多都是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神还赏赐我们，说是不是太好了哈、啊？神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侍奉他。我们侍奉他，神还给我们奖赏，你说是不是很划得来哈、啊？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知道，神拣选贫穷人，神不偏待人的，不是说你有聪明、有钱，或者说有学问，神不偏待人的，神是看人的心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从神来的智慧是清洁的，使人和平的、温柔良善的、满有怜悯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这就是神来的给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人很多智慧啊，从我们的哲学啊、我们世界观啊、人生观，很多就是很多的不同的观念，但是就没很多时候没有神所来的智慧啊。神不喜欢骄傲的人，我们都知道啊，神拒绝骄傲的人，在神面前很重要，就是要谦卑。人犯罪的最开始犯罪就是为骄傲，对不对？神称我们要亲近神，神就被亲近我们，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应许，对不对？只要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神称亲近你有什么好处？神亲近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神里面与神同行，有了神自己，所有恩赐都有了；有了神自己，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不是啊？所以神称敬我们，这个是很大的应许，因为有了神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在神的里面嘛，对不对？神是满心怜悯，带有慈悲的。所以就从这个雅各书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增加了，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神的本质是什么。那最后的总结的话，就是在试炼跟试探中要忍耐，因为神要使这几个试炼试探使我们生命成长，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我们信仰与我们生活要一致的。我们要全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道，温柔的心就是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不需要神用完全的逼迫我们教导，只要轻轻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去做，那我们就灵魂就得救，就是我们生命就能够成长，能够成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好好的唱，好好的看，好好的读，要记得心里面，要实行出来，我们就会得福。我们要以行为来的果子来判断我们自己信仰的真实，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假冒，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信仰的实在情况，很重要啊。因为我觉得说我是这样子讲，我是平时是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我没有喜欢神的话语，我也不喜欢祷告，我也是不太相信神会供应我，其实这东西都是在神面前坦诚的，绝对不要给自己很多 excuses 啊，压力太大了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有时候要诚实。我自己的经历就发觉到，在神面前祷告诚实的话，神就是听的。我以前不喜欢读神的话语，后来我就在神面前说啊，主啊，我真的不喜欢读神的话语啊，求神你给我喜欢的神的话语。后来神就是给我喜欢神的话语，很多种经验的，就是在神面前诚实，最重要是诚实，不要给自己 excuses， 然后在神面前坦诚，神会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在神面前要自卑，要悔改，要亲近神，刚才讲的。神就亲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对软弱的弟兄要忍耐啊，在试炼中要
也要忍耐，尤其是对软弱的，看到教会里面 有很多问题，我们常常看到其他人的问题，我们就说啊，这个人这样讲我就不去教会了，或者这个人怎么样我就 跟他来往，就是错误的。我们是要对他们忍耐，我为他祷告，劝诫他，不要心里面讲，不要跟别人讲，要直接跟那个弟兄讲，你觉得他什么地方不对，对不对？而且要有原谅的心，就是圣经教导，要忍耐。人不是一天就改变的，是要很久。你看看我每个人，我现在69岁了，很多东西都还没学到，所以要忍耐。爱是很久忍耐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来弟兄姐妹相处的道理，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有个责任，帮助这些迷失正道人回转。Okay？ 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话，你不要不管他啊，就是你的责任要叫他回转啊。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啊，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前面就是讲到说，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迷失的，不去帮他回转，就是你的罪，很清楚的。因为你知道行善嘛，什么事应该你做的不做，也就是你的罪。所以我们就是结束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啊。主，我们感谢您，你的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教导，主啊，实在是丰富，2000多年前的事今天也是一样的，人性都是这样子，主你不改变，人的人性也是这样。主啊，我们犯同样的错误，主啊，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的听到要行道，给我们的力量，能够真是把你的话语全加心里面。特别祷告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能够记得这个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东西，警醒提醒我们生活里面，给我们能够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自己欺骗自己的事，看到我们自以为是一切的错误，说啊，真是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主的拦阻我们不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祈求，阿们。